各位晚安，晚安，欢迎大家呢来听我今天的这个演讲。今天我要讲的呢，只是病毒防务猎巫啊，这个人类社群内的集体恐惧与暴力里面的关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猎女巫的这个风潮，中古的时候。那最早呢，这个很多年前我在开始做这个羌族的田野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些毒药猫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觉得里面怎么那么多因素跟这些欧洲的女巫传说这么的相近啊，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相近的因素。当然呢，这个后来呢我就觉得呢，事实上呢，是因为有相同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故事、一个现象或这些呢，当作一个社会的表征啊。只要有类似的社会表征呢，其实代表呢，它背后有类似的社会情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欧洲的这些这个猎女巫的这个社会情境。首先呢，我会跟带领大家一起呢看一个意大利山村里面的一个猎巫事件。那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呢，我有到那边去考察一下啊。然后呢，我会跟大家讲，在这个猎巫女巫的这个近代初期欧洲猎巫女巫发生之前啊，整个这个欧洲基督教社会里面对于病毒、异端和社会边缘人啊，它的一些概念。那再过来呢，我会讲一些文献和当然很简单的啊，和图像里面这些女巫的这些印象是怎么慢慢的形成的。然后我才会介绍欧洲的猎巫风潮啊，我会用几个例子来讲。然后后面呢，我会讲到在一个社群生活里面，哪些人会被当作巫啊，哪些是猎巫者啊。然后很重要的呢，就是女巫夜宴啊，这个就是在欧洲为什么这个女巫就是一有这个案例一发生的时候呢，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这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病毒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追索一个病毒的源头一样的，抓到一个女巫就问在这个女巫飞到一个地方跟魔鬼一起这个夜宴的时候，你还看到谁，谁跟你在一起，跟这个魔鬼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呢。在寻求之下，这些女人呢也许就供出了几个人，然后就这样一直牵连下去那到后面呢，我会讲到就是原初社群里面的人类集体暴力和这个暴力的这个演进。好，大家看一看，如果这个上一场大家有看到那些羌族的山寨的时候，大家看这个是意大利 Tirola 那个地方，意大利的北部靠近它应该是西北靠近那个法国边境比里牛斯山的那个这个山谷里面，大家看这个几乎像那个羌族的那个村寨呢，非常的像就是很孤立的这样子的一种社群。大家看到有尖尖的那个呢，这就是教堂非常有意思的。在那边的时候，整点的时候你就听到教堂的钟声，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几个不同村子的那个教堂的钟声呢，好像刻意的去保持一个秒差，就是有一种保持一种 differences 你看这个近看这个村子，大家看到教堂这个村子看起来不会超过50户你看那个里面就是阴阴暗暗的大家看到这边有个地标，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意大利语应该是怎么念，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巫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讲的，因为这个现在变成一个女巫观光的小镇。
啊，这个呢是一个山村啊。那在1587年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就发生一些气候的异常，然后呢发生饥荒啊，粮食不够，然后呢营养差，就有人小孩子呢病死，然后连续的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呢，有人就开始怀疑了，有一些女人呢造行巫术造成的，而且这些女人呢，这个是我为什么先用这个呢？这几乎是一个模式啊，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刚开始是一些下层的女人，社会边缘的女人，所以刚才就是讲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是在那个村子的边缘那边，好像有个贫民窟一样的，那边所住的呢都是一些寡妇啊，单亲的妈妈啊，还有妓女啊，还有这些人呢就是很穷，他们有时候呢就靠的啊，就是一些草药的知识啊，帮人家治病啊，啊，或者是帮人家这个照顾出生的婴儿啊，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女人，啊，就最早呢，她们被认为是女巫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就附近的教区的这个就派的这些教士，那时候法官其实就是教士啊，来调查。然后刚开始呢，32个女人，一个男的被捕。严刑拷打之下呢，就是问还有哪些人参加这个女巫的夜聚啊，所以有200多人受到调查啊。所以呢，开始呢，刚开始是穷人啊，慢慢的，就是延伸到贵族里面去啊，有些贵族的女的呢，都被这个怀疑了，然后这些当地的这种司法团体的都是由贵族组成的、啊。他们就紧张了，他们就向热那亚求助，啊，因为当地呢是属于热那亚共和国的啊，所以他们就没想到呢，热那亚来的法官呢，越上层的法官越凶，啊，就把一些人呢抓到热那亚去，关到监狱里面，在那监狱里面呢，啊，更进步的、更严厉的这个暴力严刑拷打，啊。那有一些人就是被刑求而死，有一些人恐惧、绝望、自杀啊，甚至于呢，有些有钱人家呢，就开始安排他们家的女人呢，开始往外逃亡，啊，就是弄成这个情形了啊。结果就在罗马教廷，因为这边离这个罗马教廷也不远嘛，就是下了命令，让整个事件停止下来。就是这个例子呢，几乎在很多欧洲地方呢都是一个通例啊。我后来在另外考察另外一个案子，我去在这个捷克跟波兰的边境那边啊，那边以前也发生过这个猎巫，也是刚开始是一个很穷的女人啊，穷到小孩子没东西吃，所以她在教会这个在做礼拜的时候偷了这个饼。就被抓到了，就这样子，他就变成认为是女巫了，然后也是一样蔓延到最后，居然是一个教士被认为是巫，然后这个教士被杀了以后，他们就觉得不得了了，所以就整个又停止。这种呢例子啊，非常的多啊。好，大家看一看，我就讲了这个 context。跟表征跟情境之间的关系，大家看，这个是我以前在羌族做田野的时候，那些羌族的村子，所以你大家看，我到那个 Tirola 去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建筑，真的是很震惊，几乎跟羌族那边几乎是一样的啊。你看这个上面是新盖的，窗子都比较大，底下是看起来是旧的建筑的部分，那个窗子非常的小，啊，这个都是跟羌族的一样啊。这个里面的道路呢非常的窄。啊，看我在那个悬崖边，就是那个村子的边上呢，发现这么一个 ruin 的一个痕迹，怎么看呢都不像是可以住人的样子啊，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后来在
当地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看着墙上有张照片，这个几乎就可以说是这个就是羌族的碉楼一样的，这个是羌族的碉楼，就是防卫性的碉楼，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个碉楼的这个残迹啊。所以你看很多呢，这些都可以表示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在这种小村庄山里面的小村庄里面呢，这种因为资源竞争，大家的那种紧张啊，在那种紧张之下呢，就会有这种女巫传说，就会有啊找一个戴罪羔羊啊这种事情出来。好，所以呢，这就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呢？欧洲的一些猎巫案呢，常发源在都是在山村里面啊，都是在一些很小的村子。所以有一些学者呢，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些欧洲的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因为山里面呢，很封闭，这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知识水平很低，他们这个有很多奇怪的信仰，所以这个女巫传说呢，就可能很容易在这边呢，流行。其实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听到我前面所讲的，我们从原初社群一直讲到这个羌族的这种村寨社会，你就知道了，那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落后，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种很紧密啊，大家人际关系非常紧密啊，大家又强调这个一个这个村寨的团结啊，非常惧怕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替罪羔羊的这种事情。所以呢，我们在等一下也会看到为什么女巫传说呢和毒药猫传说有很多相似的性质，比如女人跟猫，这个好像邪恶的女人永远跟猫脱不了关系，还有邪恶的女人会飞到什么地方，或者晚上坐着一个什么东西，会夜间飞行，还有会飞到一个地方跟一大堆的这种妖魔，同样的邪恶的女人一起聚会，还有就是人们呢，为什么会把一些灾荒疾病啊都归罪于他们？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变成那么严重的这个猎杀女巫的暴力，而在我做田野的那个羌族地区，基本上就是闲言闲语而已啊。好，我们来看呢，中世纪的时候呢，基督教会所指责，那个时候基督教会呢，就是常常指责有一些异端，有一些人呢，这个思想不纯正啊，这个。但是呢，他们所讲的异端，如果你看了更早的一些文献里面，真的是很有趣。基督教其实早期，大家只要去翻翻圣经，看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他们的社会身份，他们的职业，跟耶稣基督他后来传教那些地方，你就知道那是一个穷人的宗教，从穷人里面出来的。而这种穷人团体里面的这种团体呢，很容易变成戴罪羔羊。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文献看起来很有意思，是这个有一个地方的官员去指责，跟一个基督徒对话，他指责这个基督徒从事一些恐怖的活动。结果这些恐怖的活动呢，他们所讲的呢，什么秘密聚会、乱交、崇拜驴头和女祭司的性器官，还杀婴儿、吃婴儿作为入会仪式，全部都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去指责那些新的从民间出来的那些新的教派的一些罪行。就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事实上这是以前基督教刚出来的时候他被别人指责的啊，所以呢，这些异端的教派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猎女巫的背景，就是说，当时这个罗马教会这些整个的这种权力结构当很稳固的时候呢，他们要稳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初社群，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初社群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异端呢，他就绝对不能容忍啊。好，我们来看看呢。所以这个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规的这个教会的教规文献，
里面就有讲到，说有一些女的呢，宣称她们有这个异端的能力，会在这个夜间啊，骑着一些什么动物啊或者野兽啊，跟一个异教的这个女神叫戴安娜啊，跟她一起聚会，然后她们一起呢啊，也是宴乐啊。这个没有这个吃人肉这个情节，好像就是宴乐啊、跳舞啊、狂欢啊，有时候还讲他们会一起冲到别人的房间那个屋子里面去，如果屋子里面有很好的水、有很好的酒，他们吃得很满意的话，那么那个反而这家人不会受害，可能还有一些好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会降灾难啊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德国的教堂上面的这个很应该是壁画上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有很多学者就认为这可能就是那个戴安娜的那个，就是当作异教女神。她其实原来是一个这个希腊神话里的女神，后来就变成了这个一个异教徒的女神啊，她骑着一个老虎。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就是说当时欧洲一些女巫传说的内容，恶毒的后母、丑恶的老太婆啊，美丽但是恶毒的女人啊，害死婴儿、吃小孩等等，还带来瘟疫啊，这些呢。好，我们再看看，1231年那个时候呢，啊，有一些记载在法国，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天气异常。啊，然后跟着传染病，哦，发生，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怪罪。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女巫还没出来的时候，怪罪谁？怪罪麻风病人，啊，那个时候呢，就几个城市里面都造成那个暴动，啊，就是追杀，啊，打这个麻风病人，啊，可是这个传言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到了最后呢，后来又变成了。追杀犹太人，说是犹太人给钱给麻风病患，叫他们呢在这个水里面下毒，啊，要把大家都毒死，然后他们就可以掌握整个城市。这个说法呢，就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又变成了说是西班牙的格兰纳达的这个那时候西班牙南部被这个回教徒占领了嘛，建立了一个那个格兰纳达的一个伊斯兰的王国。说那边的穆斯林的王给钱给犹太人，叫犹太人去雇麻风病人下毒。所以你看那个猜疑是一步一步的向外推啊，推出去啊。那这一波到底有多少人死掉呢？不太晓得啊，历史记载里面不清楚啊。所以你看起来呢，其实呢都是内部的敌人。当大家呢受到这些疫情啊，或者是这种社会的混乱，大家都四身无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一定是在内部啊找敌人来。啊，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意大利的米兰那边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石头的这个像里面。石雕啊，这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恶魔啊，那这边可能是一些圣者啊，在施法还是什么，在准备抵挡他。那这个呢，就是非常有名的1947到48年，那是真正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黑死病的一个浪潮啊，那个浪潮呢。几乎把欧洲据说是杀了大概40%到60%的人口，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在法国的时候呢，大家都把这个黑死病呢啊怪给这个犹太人。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所讲的这个女巫呢只是其中一个戴罪羔羊而已，其实呢更历史更久远的更普遍的戴罪羔羊呢在欧洲是犹太人，一直到了二次大战，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对。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呢，有历史学家呢，就是把这些暴动，就是
就是专门那个对付犹太人的这种城市暴动呢的爆发的路径，跟这个黑死病传染的路径来做比较，结果完全一样。也就是说，黑死病到哪里呢？这个犹太人就在哪里呢？就被这个追杀啊。那有一些城市呢的记录里面就不一样，就是穷人、乞丐、孩子一样，麻风病，也就是说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有这种紧张疫情来的时候呢，首先社会里面的一些边缘人就被怪罪，认为这些病毒啊，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呢，并不是真的是有病毒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哦，这些穷人身上病毒特别多，不是。是那种魔的概念，就是说这些人会带来一些魔性，而这些魔才带来的这种病毒啊，这病是这个魔带来的。所以大家看这些这些画像就可以知道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黑死病造成的死亡啊，所以大家呢，你看这个就是当作是一个妖魔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哦。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画，不过这个是已经在重画的，那个原来的画呢，这个不会有那么清楚啊。也是大家看到，就是所有的死者呢都被这个推到这里面去啊，这边这个骷髅的大军啊，魔的这个大军啊，在收拾这些尸体啊。所以到了140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比较啊，在教皇的一个谕令里面就讲说，有些基督徒呢，他们跟奸诈的犹太人，你看又是犹太人，就说跟一些奸诈的犹太人呢，他们建立一些新的教派，然后举行一些让人觉得很恶心的这个仪式，召唤魔鬼，行巫术，然后污染了这个基督教徒。然后1440年的时候呢，有一篇文献，这是一个法国很有名的作家，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我不清楚那是一篇文章还是一个长诗啊，给那个布登第公爵。那里面呢有很长一段呢，里面有一部分就在描述说他看到一个法庭里面的一个审判的记录，说有个老妇人供称说他1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在晚上骑着扫把啊，跟飞到某地，跟很上万的这种老妇人啊，他们变成羊，变成猫，变成什么动物，然后呢他们吻魔鬼的屁股啊，然后以示效忠，吃人肉啊。所以这个是最完整的，可能是最早的啊，就是说这些女巫的形象啊，在这个文献里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呢文献跟图像里面的女巫啊，他们就说会养魔伴啊，这个猫跟他们为伴的这些妖魔动物呢，有猫、蝙蝠、狼、癞蛤蟆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啊。他们会骑扫把飞行啊，那女巫的团体呢会夜间聚会，然后吃人肉啊，还有女巫跟撒旦订约啊，但是绝大多数的故事里面呢，这女巫最后呢都是被杀死的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跟那个羌族的那些毒药猫故事一样啊，女巫最后都是被杀死啊，所以啊，这个是刚才的那个话，我们在这边更清楚啊，你看这个魔。哦，跟这个圣者好像这个在一起，这一幅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大家看他好像是在驱魔，这个魔呢他抱着一个可能是他的这个 victim， 就是他的这个牺牲者，他大概作祟的这个人啊，他躲在他身后抱着他，这边有个女人站在他旁边，或者是在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的就是说他是魔的另外一个化身。那这一幅看起来显然驱魔失败，这个驱魔师啊，这个倒在这里了啊，这是整个一个石头的三面
三面的这个，那这个很早，这个在十二世纪的这个石刻是十二世纪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戴安娜，你看到那个异教女神，她是骑着这个老虎，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有些早期的文献里面是讲，有些邪恶的女人呢，跟着戴安娜骑着一些动物飞行。这个同样的这个 cathedral 这个大教堂里面呢，有这么一幅，有人最早有些人认为呢，十二世纪最早出现的这个女巫骑着扫把的画像，可是后来我看了这个最近一些年的研究呢，大家就否定了，认为这个可能是在有的人说是十八世纪的时候在复原的时候把它故意画成这个样子的。那新的考定呢，说可能是在1450年那个时候的一次修复里面画。如果在1450年的时候，那就是没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呢，在15世纪的一些就是女人骑着扫把呢，在很多文献里面都出现了。这是一本书页的那个边边的那个装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女人骑着扫把飞行，在15世纪很肯定。是已经出现了。那个 Sabbath， 那个在英文里面呢，讲的就是安息日，就是礼拜天做礼拜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那种聚会。但是如果说是黑色的安息日 Black Sabbath 的话，就指的是女恶毒的这些巫的聚会。那这个呢，是一个也是16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版画家的画。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圣者呢，他好像就是陷入了这个群巫的这个夜聚里面。你看到处都是些青蛙、猫，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女巫啊，要骑着扫把，好像要从烟囱出去，还是刚进来不晓得，就是一大堆的妖魔啊，这个。也是16、17世纪的，这个就是很完整的一个那个 Black Sabbath 的那个一个画，应该也是版画。大家看这个魔王在这里对，头上长着角的，你看那个女巫呢，男巫女巫带着一个小孩献给他然后这边呢也是一群女巫呢在吃一个小孩。然后这边呢，一些女巫在骑着动物飞，有的骑着扫把飞，然后在这边那边很多呢都是裸体的，都是代表着他们的这些就是一些很淫乱的行为啊什么的。那边你看，这边呢是两个女巫在一个就像这个一个灶一样的在这边烧一些东西，所以所有这些符号呢，其实呢都是把女性。跟女性的，比如说家庭的用具扫把和这个大锅子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强调这个女性的一些这个邪恶的这种这一方面这个就是所谓的女巫吻这个撒旦的屁股，对她以示效忠，这个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女巫的故事里面的。就说你很难相信，就是说，这个在那么多的你看的这些他们那个所谓的这个女巫的招供的供词里面呢，都被逼的去承认她有做的这种事情而且就是说，其实是大家已经先入为主了，有这些概念，然后就逼着这些女巫呢，来承认自己的。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看整个的这个欧洲近代初期这个猎巫风潮我们从呢整个背景或整个的这个一个大略的跟大家讲一下。主要发生呢是15到18世纪，但是集中的呢是在大概1580到1650之间。大家要注意，这个年代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等一下我会讲到1618到1648，就是很有名的30年战争，那个就是一个
这个教会的战争，就是宗教战争。简单的讲呢，你看这个年代你就知道了，它跟那个宗教之间的战争很有关系。也就是说，新教兴起了以后，在十六世纪兴起以后，到了大概就是在这些时候呢，它势力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然后到了这个1618年的时候呢，就因为波西米亚那边的一些宗教上的冲突，就演变成大家靠边站，就跟世界大战一样的啊，大家开始结成联盟，新教的国家结成新教国家的联盟，天主教的结成天主教的联盟，大家呢就一场大厮杀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应该是跟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时欧洲呢，整个呢，这个数字呢，一直在学术界大家很有争议。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10万到20万啊，都有学者讲这个案件死的人呢，一般现在都认为呢，并不是像以前所讲的这个20万人啊，什么多少，大概就4-5万人啊。但是这个很多学者他也承认，这个四五万呢是根据法庭的那些记录啊，能够告诉大家的，真正施行死掉的呢，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在施行之下被杀的呢，根本就不晓得有多少啊。好，所以大家看这些以前的一些啊，就在这个里面，其实呢就牵扯到一个宗教的，就是不能够宽容啊，就是。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前呢，就有一些教廷就被教廷视为异端的一些教派，而且这些教派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很穷的、从很乡下的这些人里面，在里面蔓延。啊，这个凯撒尔派跟那个华尔登派是非常有名的。那他们的这个政见呢，其实呢，更接近早期的基督教，就是。认为呢，人人都可以担任神职，都可以传教，然后呢，大家皈依圣经啊，圣经是唯一的可以依赖的，没有谁能够比谁更能够解释圣经啊。然后他们亲近下层的这个民众，所以在这种罗马教廷呢，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早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 hierarchical 的接续的这种。啊，这种社会，他当然是这种是异端啊，所以从13世纪开始呢，就开始这些教派呢都受到迫害，所以那凯撒尔派呢，在14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灭绝了，华尔登派呢，在1545年跟1655年呢两次被大规模屠杀啊，那个真的你看到这个时候。我找一个照片呢，只是一个比较不那么血腥的啊。那个时候留下来了好多这一类的这个画像啊什么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欧洲的这些战争呢，就是很难想象到，就是说如果是为了宗教的原因的话，那个残酷的那个程度就比一般的更严重，因为呢代表了上帝跟魔鬼之战。对魔鬼呢是不能宽恕的，所以到16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啊，这个大家都晓得了啊。那个时候呢，新教跟罗马教会呢就对立，像这个华尔登派呢，他就被很多的新教呢认为华尔登派可能是很多新教的这个等于是源头一样的啊。那他这个教派后来也这个跟这些新教也慢慢的合流啊。所以呢，就1618年到1648年的时候产生30年战争。大家想想看，这30年战争死的人呢，大概是500万到800万，所以你看比较起来呢，这个猎巫死的4-5万人根本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呢，我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呢？就是猎巫的虽然死了4-5万人呢。那4-5万人呢，反而是代表的是什么？整个就是新旧教的这种冲突。大家想想看，新旧教的冲突呢，为什么会
造成这么残酷的想法。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种原初社群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很纯净的在神底下的一个社群。如果对于旧教的来讲，你看到有新教出现了，对不对？那就是有圣洁的身体里面居然侵入了一些不圣洁的东西，所以那个是非常可怕的啊。那对新教徒来讲也是一样的，他认为这个天主教呢早就已经腐败了，在上帝的身体里面有那么腐败的一块肉，就是要割掉。所以双方那种冲突呢非常厉害。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可以把列乌这样想，这个是就是常年的战争，死了几百万人的这种，再加上战争里面的这个饥荒啊和这个疫情各种的传染病，因为一饿，这个死的人越多，这个公共的这个卫生差，各种传染病就出来了。在所有这些恐惧之下，大家找一个原因啊，就像是为这个病菌的传染，对这个所有的死亡的传染，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原因。所以列乌呢，虽然死的是四五万人，这是等于是所有的那些暴力、所有的恐惧的一个出口，所以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所有这些呢，就是在列乌的时候呢，那种恐惧的气氛，就人人都可能被怀疑。那尤其是被怀疑的这些人呢，所受的这种酷刑啊，什么这些啊，那个在历史记载里面都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其实受害者里面呢，80%是女性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那还有20%是男性呢，对不对？可是也有学者呢做过这种研究，如果你从一些民俗的图像跟故事里面来的话，几乎没有男巫啊。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在猎巫的时候呢，会有20%，甚至有些地方这是一个平均数，所以像法国有些地方就更高，男巫的这个就更高，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啊。但是呢在刻板的印象里面，所有的这个都是几乎都是巫，都是女的。所以以地点来讲呢，其实简单的讲大部分都是山区啊，这个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啊，这些的这个山间和这个山边的这个台地、低山的这个山谷的这些河谷平原，都是在这些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呢才有很多这种小乡村，这种小乡村里面呢几乎这种大型的猎巫案呢刚开始都从这种小乡村出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政治背景，就是说呢这里呢以前中古的时候有很多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德国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个领域。那神圣罗马帝国呢，历史学家有开了一个玩笑，就是说这是既不神圣又不罗马也不帝国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分散，就是它有很多的小，变成分散成一个一个的领主，小的这些公爵啊，什么伯爵啊，还有一些教区的这个本身，这个教区本身都是像一个小国家一样，它有武力啊，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猎巫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情境啊。就是瘟疫、战争、叛乱，啊，然后黑死病在虽然在14世纪爆发，可是到15到18世纪以后呢，是一波一波的，还在到处还在流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恐惧，而且就像刚才我讲的，啊，大家寻求一个解释，这些死亡、这些疾病，需要找到它的源头，啊。所以呢很多社会的边缘人呢啊，女巫其实只是其中之一啊，犹太人、乞丐、麻风病患啊，都直接或间接指控跟这个瘟疫有关。好，一般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刚才从那个 Tirola 那个例子呢已经看到了，就是刚开始呢都是在一些很小的不到100户的小村庄里面，然后呢有女人呢
行使这个有被指控行使巫术，然后被地方的教士注意约谈，然后得到更上层的教会的关注，然后他们的一些罪行呢，就是刚才讲过跟魔鬼订约，什么吃人肉啊，什么这一类的，特别是吃婴儿，因为那时候婴儿的那个死亡率非常的高，所以呢，所以在所有这些传说里面呢，都讲他们会吃婴儿啊。也说犹太人也是说他们这个吃婴儿。然后呢，当然也是讲他们这些女人呢，夜间灵魂出窍啊，出去作恶，骑扫把飞行，参加巫者夜宴啊。那巫者夜宴呢，就是审讯的重点。刚才讲过，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呢，株连呢越来越多，猎物的范围越来越广，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从农村到城镇，然后从社会的下层到社会的上层，啊，这个我以前也解释过，因为所谓的这个原初社群呢，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上层的一个教会的团体里面，它也是像一个原初社群一样的，大家呢一方面团结啊对付外面的人。一方面呢，也很恐惧自己里面，恐怕有一些不团结或一些纷争啊，让大家这个分崩离析。所以最后呢，贵族教士受到调查，所以猎巫呢，在这个时候呢，就通常就停止了。好，后面呢，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意大利的这个 Benedetti 这个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呢是两个。都是德国的，一个是一个年长的女巫，一个是年轻的女巫啊。我们先看这个 Benedetti，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 Carol Ginsburg 一个历史学家，他对这个就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情。他1618年的时候呢，也是刚开始一个乡下妇女啊，她说。他能够治疗这个巫术的受害者，所以他受到教会的注意，教会就派人来调查他。那他后来他又跟教会的人讲呢，说他知道本地呢有很多都是女巫，他说这个他自己呢曾经变成一只黑猫啊，参加这个女巫的夜间聚会，但是呢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女巫，他称他自己叫 Benedetti。他说他们这种 Benedetti 这种人呢，是专门对付男巫女巫的。他说呢，这个女巫们呢，他们会到一个地方聚会，说到那天的时候 Benedetti 呢也会去，去那边以后呢，他们两边就会打仗啊，会跟那个女巫的团体呢作战啊，然后说女巫是替魔鬼作战，然后 Benedetti 呢是替上帝作战。他说你看他们讲的都是很丰富，男巫拿高粱杆，女巫拿火钳， Benedetti 拿茴香杆这样。所以他坚称他自己呢没有归服魔鬼，从来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也没有害过人。然后他说他变成猫，和女巫变成猫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些符号呢都一样，都是女人猫什么这些。然后他是在努力的保护受害者。其实呢，后来这个案子呢，也牵涉到几个男的，也是一样，他们也说他们是 Benedetti， 也是说他们是这个，他们不是巫，他们是替上帝去对付这些巫的啊。就后来呢，这个案子呢，据我看到的，他们好像都没有被处死的，都是被这个坐牢，然后就。被永远逐出本乡啊！我提这个案子呢，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感觉到这个案子呢，跟其他的女巫的那个不太一样，它跟羌族的那种毒药猫传说反而很像，也就是说，透过讲一个故事来讲我们怎么样来战胜，在羌族来讲，就是说怎么样去战胜这个毒药猫。那 Benedetti 呢是他们怎么样去战胜女巫，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那个 Benedetti 呢
他不一定能够战胜女巫啊，因为他们的故事里面是讲，就是说他们这个跟作战，如果他们打赢的话，那一年的收成就会很好；如果他们打输了，那一年收成就会差。所以他们不见得会打赢。所以其实那还是反映了，就是当时的这些农人呢、啊，对于收成、对于饥荒这些非常的没有信心啊。那羌族的这些毒药猫故事里面，男人是绝对能够整这些毒药猫的啊。还有就是说，在这种传说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他们就说，人生出来如果是带着几袋或带着包衣出生的那种人呢，他就有 potential 变成那个 Benedetti 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相关的研究里面我没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很多的这个民族志里面，包括以前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女的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 她的著作里面也有提到，很多的民族志里面都讲这些，如果是带着包衣或者是这个几代出生呢，会代表的这种不干净、不洁啊，所以这种人呢，其实他可能就是在当地呢就认为他们有一些魔性啊，所以呢。Benedetti 跟这个女巫打仗的这种故事呢，其实本身就有点像以毒攻毒、哦、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很可能是，就是原来就是本地的一种故事，跟这种毒药猫故事一样，就是讲讲这种故事大家心里就舒服了，就讲这个好像讲一个女巫被杀死的故事一样，讲一讲这些内在的这种紧张冲突就可以结束了。只是有一些人呢，可能这种比较社会边缘的人呢，他们大概就是利用这个故事来说，我就是 Benedetti， 就我能够替人家治病啊，我能够替人家，因为我可以跟女巫作战嘛，所以呢，你如果是被女巫害的啊，我可以治你的病。他们大概就想这样子可以赚钱，就没想到呢，这样子反而让他们被调查，差一点被烧死，就最后还好，其实他们都没有被烧死。OK。好吧，我们看后面两个呢，就是真正的、被当作女巫的，一个是年长的女巫，这个安娜、这个呢她是一个月子婆，就是替别人、女人生了小孩以后、照顾产妇，替这些有钱的贵族照顾产后妇女跟婴儿的。那她被她照顾的一个女的呢、后来这个死掉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整个那个社会里面呢就开始在紧张，但有很多就受其照顾的妇人呢，来纷纷的指控这个安娜说毒害了他们的婴儿，说有一个婴儿呢说是枯瘦而死，一个呢说他没有办法，那个婴儿没有办法吸他的母奶而亡，其他看了这些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那些所有的人的证词，那些报告，一个婴儿身上长满毒脓包水泡而亡，他七岁的哥哥身上瘙痒疼痛，眼前出现异象，他的家人呢身上也长出东西啊。另外一个母亲说呢，安娜让他的婴儿身上长出红斑水痘，皮肤枯干，所有这些看起来就是某一种是吧，像麻疹啊天花那一类的这种流行病，但是当初的人呢，他们不会认为这个是好像某一种传染病。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证词非常清楚啊，但是他们呢就认为是魔，就是要从一种源头上把把它消除掉。所以呢，这个安娜呢，她被征询了六次，所以你可以想到每一次呢都是严刑拷打，所以呢。他不是在承认他害死这些小孩子，而是在承认自己与魔鬼性交，什么背离上帝，然后就是那些很荒谬的那些内容。也就是说，那些征询者脑筋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继承的概念，这些女巫会做什么啊？只是用严刑拷打要你来承认啊。就后来呢，案发两个月以后呢，这67岁的安娜呢就被处死了，而且呢被焚尸。好，另外呢，看年轻的女巫，在
1670德国 Augsburg 那边有一个雷吉娜，这个女的呢，反而她是跟别人讲她自己是女巫，哦，然后因此呢受到这个调查。她是一个很穷人家的一个女孩子，她爸爸呢打零工为生啊，他们租了房子，然后呢她很年轻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是她供词里面所讲的，啊，被逼供里面讲的。很年轻的14岁的左右就跟一个狱卒有性关系，然后他的母亲呢因为有些乱伦的罪被这个永远这个放逐。后来呢他爱上了他们家一个房客，因为他们家很穷，就把房子分租给一个工人，他就爱上了这个工人。这个工人呢有未婚妻的，结果呢雷吉娜呢就百般讨好他，为了讨好他呢他去勾引一个犹太人，想从犹太人那边骗点钱，结果呢也没成，就是害他自己呢这个被调查啊。那后来呢他又威胁说要杀了那个他爱人的那个新婚的妻子，种种这些呢就让他呢被抓去了啊，去经过8次审讯酷刑。就说这个的历史学家的那个研究，我觉得那一位历史学家研究的非常好，就是说他一次一次的呢把他跟魔鬼的关系啊越推越到他生命的更早期，也就是说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承认他14岁跟那个狱卒在发生那个性关系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狱卒呢就是魔鬼的化身。对，也就是说其实这整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历史学家都有读过历史，有一种建构论，对不对？就是慢慢建构，这是谁帮他建构？是询问的人帮他建构的。因为询问的人就是一直想，就是说一个坏的女人，你最坏可以到多早？然后他就一直推到他10几岁的时候，哦。所以最后的这个版本呢，他就把他推到哦，不是12岁的时候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他母亲的不伦恋情的开始的时候，所以呢其实他的所有的供词呢只是满足了审讯者的女性跟恶魔之间的这种联想，哦，所以他自己呢也自己觉得呢自己被恶魔掌握。如果你一个人的肉体呢被折磨到那个程度，哦，然后你觉得上帝根本就是不管你了，你自己有时候也会把自己投到恶魔那边去。最后呢他就承认说他接受魔鬼的命令毒害别人，还包括他的父亲。然后受刑之前呢他就怪上帝跟玛利亚遗弃他，祈求魔鬼降祸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个呢也是后来在很多的女巫审判里面最后都有这么一幕，那些女巫在那种绝望的时候呢，啊，就是所谓的在西方来讲，就是女巫诅咒，对不对？就是下诅咒给所有的人，啊，所以但是这样子呢，反而让这些女巫啊，在这个人们的心目中呢，就更深刻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雷吉娜的这个案子里面呢，她是在这个审讯者的导演之下。啊，最后的供词呢就整合成一个邪恶女性的这个生命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你等一下看我并不陌生，你在羌族的那些所有关于毒药猫的这种传说里你都可以看得到，女性的邪恶来自于她的淫乱行为，啊，而且这种特质呢是可以由母亲传给女儿的，啊，因为她母亲是一些，哦，犯了这个乱伦的罪，所以他这个女儿呢就被认为好像遗传了他母亲的这个邪恶，啊，所以供词里面有很多的符号呢都是比如说女人跟魔鬼订约，犹太人跟犹太人的一些金钱跟性交易，啊，女人的嫉妒跟报复都是当时基督教社会跟世俗观念里面的魔鬼跟女人有关的邪恶，啊，还有这两个案子呢也是跟这个羌族的毒药猫呢很像的是什么呢？是，你看这也是典型的，
只要是年老的这些女巫呢，都是传播病毒啊，照顾别人的小孩，让别人小孩死掉或什么什么。然后只要是年轻的女巫呢，都是跟性有关系啊。我就讲过，羌族的毒药猫里面呢也是，老年的毒药猫可以用指甲里面放毒害人，年轻的毒药猫呢就是会勾引人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想起来，就是说这个几乎人在人类社会里面，这都是一种普遍的啊这种想法，年老的。女性传播的是病毒啊，年轻的女性这些恶毒的传播的是淫乱啊，道德败坏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社群生活里面这些女巫啊，这些女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猜疑和检举别人为巫的人呢，常常就是跟她十分亲近的人啊。他的邻居、同事、雇主、女佣，甚至是亲人，啊，那他们呢？女巫跟这个他的中间，他邻居这些人呢，啊，是生活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啊，我们从这本书讲起，《Witches and Neighbors》啊，我觉得这个作家呢，这个 Robin Briggs 啊，他就是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觉得人文社会里面呢。其实有时候你就要能够问一些很简单很关键的问题，他就问的问题，整本书是围绕这个问题开始，就是说这些上面的主教、国王、贵族怎么可能认得这些乡下女人被当作是巫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乡下女人被当作巫最后被烧死呢？肯定就是刚开始就他的邻居，对不对？跟他很亲近的人，啊，检举，他才会变成那个，才会引起上面的注意的。所以他整本书呢，其实就在研究这个女巫跟她的邻人这种小的社区里面，其实呢，就是像我在羌族里面所看到的那种小社群一样，里面呢，大家尤其是以男性为主这种社群里面，啊，这个大家又要团结又紧张。最后呢，就是怕身边的这些，亲人、佣人呢，叛逆啊，来，造成这个死亡。当时我们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这是一个死亡非常普遍的年代，啊，30年战争，跟战争里面带来的饥荒、疾病，啊，死了好几百万人啊，所以那种恐惧呢是非常普遍的。好，我们再看看呢，这个猎巫的人啊，猎巫的人呢，其实呢，在西方的研究里面都会集中在这宗教裁判所啊，这是教皇下令组成的机构，其实很早就有了这个机构啊，专门呢负责调查、审讯啊、判决异端啊。那这猎巫者呢？他有的是有圣职，就是这个宗教裁判所，那有些是没有圣职，是一般的啊。他们有的呢也是这个新教的，也会参加猎巫啊。无论如何呢，他们都是宗教狂热人士啊。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呢？事实上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这个宗教的这个很纯净的这样一个团体呢被破坏了。魔鬼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圣洁的身体里面，那恐惧自己呢会为这个魔鬼呢所诱，所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最普遍的猎巫者呢就是社区里面，就是我们身边的啊，身边就是巫的邻人，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匪谍就在你身边就是其实匪谍就在你身边这句话就是在鼓励大家猎巫要注意你的身边是不是有女巫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女巫夜宴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大家看这两幅画都是非常有名的，你看这些女巫在这边，这个是代表魔鬼啊，有这个头上有角的，这也是一幅画，也是女巫，这个魔鬼啊屁股翘的，这个人在吻她屁股，
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女巫夜宴的这种图像呢，在欧洲的这个就近代非常的多，所以也是代表了他们的一种恐惧啊。你看，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这个上一次，你看那个羌族的故事里面呢，啊，女人坐着这个家里面的厨房的箱子，飞到一个什么地方，跟一大堆的这个那个也是一样的毒药猫在一起聚会。哦，你看这个是多么像啊！我前不久呢还读了一本这个藏北的这个民间故事集，我就读了里面有一篇呢，那边是牧区，他还讲一个故事，说有一家人很穷，他们隔壁呢牛很多，左边牛很多，右边羊很多，就是他们家很穷，那一对穷夫妻。但是她丈夫呢总是有肉吃，她丈夫呢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我太太到底是怎么给我弄了这肉来吃的。就有一天她就偷偷的躲着看了，结果她太太呢，原来她太太呢 晚上出去就在外面呢一个沙坑那边打一个滚，就变成一只大的那个红毛的狗，就是跑到他们隔壁那个羊多的那家去抓了两只羊丢在一个袋子里就回来了，然后她丈夫就吓死了，就赶快回来就躲到他们家的一个柜子里面，就躲到那个柜子里了。就她太太回来了，把羊肉做好了给她吃，看她哎好像很忙没回来，没看到她。就她太太晚上还有别的事，她太太就骑起那个柜子飞起来，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哎，我读到这个地方呢，我想是不是又要跟谁聚会了？果然不错，他飞到那个地方跟了一大堆的跟他一样的这种妖魔聚会，然后他还这个他还是王啊，结果他就问说今天轮到谁提供肉了，结果大家就跟他说王是你自己哦，他哦是我，他就用手一抓就把几公里外的一家人的那个马给抓过来，然后分给大家吃。所以你看这种故事呢其实到处都是一样啊，女的夜间飞行啊，跟一大堆邪恶的邪魔聚会啊。其实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内奸通外敌的想象，就是我们这边的家里的或我们社区的这个毒药猫或女巫，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它是跟外面一个很庞大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看我用这两本书呢来给大家看，这个呢是一本这个研究女巫的书，是学术性的，但是它写的相当广泛通俗非常好。但你看它的书名啊，内部敌人 Enemy Within 啊，这个 John Demos 啊，就是内部敌人。所以他只想的，当然，但他只是用这个当个书名。我相信这个作者呢，他是心里是知道的，这个内部敌人不只是内部敌人，他是跟外面的魔鬼结合在一起的，对不对？这是所有的研究女巫的都晓得啊。内部的敌人呢，不是单独的内部敌人，他是跟外面的魔鬼、跟一个外敌联合在一起的。这本书呢，是圣战。研究这个像伊斯兰圣战的这些恐怖分子的书，远方的敌人啊。可是呢，你书名里面这个里面是讲说，为什么吉哈这个圣战呢会变成全球性，去对付远方的敌人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有这么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圣战组织的这些头领的这个内部呢，他们经常就在争辩。我们到底要对付近的敌人还是要对付远的敌人？所以这本书只是讲他们为什么从对付身边的敌人转而对付远方的敌人，这就是从那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个 911 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最近法国还发生这个恐攻的事件。简单的讲呢，其实呢无论是一个这个乡村里面的一个小村落，或者是一个讲求纯净的一个宗教团体，它都是讲求内部非常纯净，要团结对外的社群
所以在这种社群里面，大家都很恐惧内奸通外敌。所以当内部骚动不安的时候呢，要强调外面敌人的邪恶，跟他威胁的这个巨大，然后猜疑呢，并施暴于与之相通的内敌，以此呢，能够平息社群内的紧张，并再度团结社群。大家想想看，这些呢，就是最近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全世界到处啊，我们都在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你看这张照片啊，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回到了欧洲之后，在法国、在英国、在什么地方啊，发动了这些啊恐攻，然后恐攻完了以后，一大堆人站出来谴责暴力，啊，也各国的这个领袖都来悼念，啊，那么其实呢，大家看到这些可能你在新闻里面比较少看到的，啊，真正最大的这个受害者是他们自己，啊，就是对付身边的敌人，所以呢，到处的这个就是去炸这个他们认为呢不纯净的那些穆斯林的清真寺，趁着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或什么什么的，这个更普遍。那个死的人呢，比这个在欧美发动的恐攻呢，那何止这个百千倍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其实呢，这样我就回答最后的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在羌族地方是由闲言闲语，到了后来呢，就会变成这个在欧洲呢，就会变成这种大规模的焚杀女巫，啊，我们可以看呢，这个在欧洲的这些案例呢，包括美国的，我下一次要讲一些美国的都一样啊，常常看到那些女巫的供词，不，邻人的供词里面有这一类的，说十几年前我跟他吵架，结果我们家的羊就死掉好几只。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个女的被人家闲言闲语呢，可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就是跟我在羌族地区所看到的一样的，他们说某某人是毒药猫，就是闲言闲语。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对不对？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会不一样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案件都是一样，引起了某一个教士的注意，那个教士就跟他的上层的这个教会去报告，教会就派的人来调查，所以呢，上层的政治宗教威权介入民间社会，啊，国家呢开始注意人民的个人灵魂救赎，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国家暴力的开始，所以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在羌族地区呢，从来没有过这种暴力。因为呢，从清代一直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的1930-40年代，国民政府都一样，国民政府已经把他们当作我们中华民族同胞了，啊，那个时候已经在国族建构的时期了。在以前的话，那是蛮夷，就说是蛮夷的话，这个中央帝国谁在乎你在想什么，对不对？你原来就是信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历史记载里面呢，你会注意很有意思，我们的中国的历史记载常常有某一位地方官到了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说毁其淫祀，就把地方上一些不好的信仰的一些寺庙或什么把它拆掉，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从这些例子来讲，那代表什么意思？就说那代表说这些中央王朝把你当作人民才会这样做，如果不把你当作人民的话，你是蛮夷的话，他根本不在乎你在做什么，啊，所以在欧洲呢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可能这个也代表一个开始呢，这个是欧洲，啊，这个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啊，可能也是代表外面的上层呢越要代表要创造一个一致性的人民，啊，包括你的思想要一致性，不能有任何的异端，
虽然我们知道那个里面有很多的司法上的那些那些非常落伍的那些概念，但是无论如何，国家有行使暴力的权利、制度跟工具啊。那表面上是为了要维持社群的秩序，避免暴力，但是国家有时候行使的更多的暴力啊。所以，但是呢，无论如何，猎巫风潮呢，对于整个欧洲来讲呢，它可能有一个贡献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很多的思想家、法学家开始对于国家、对于教会的权力跟司法制度呢，都发生一些审视啊。有些司法制度的这个建立呢，啊，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有一些原则被建立起来。好，所以最后呢，我要讲一讲呢，就是这个关于呢，就是我们去怎么去研究一个历史的事件啊。那有一个当代的史学大师呢 ，Hobsbawm， 他很有名的，他曾经说过一个，在他一本书里面举个例子，他说呢，他是为这种坚实的历史事实考定来这种学术的传统呢做辩护。他说这就像这个法庭上，我们要替一个无辜的人啊，如果被问罪的，我们要想替他这个洗脱罪嫌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样的史学能够让他洗脱罪行那个无辜啊？那当然就是那种最扎实的去找寻，去知道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这种啊。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例子呢，正好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反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去说明为什么一个无辜的人会被送上法庭，而不只是去证明他到底有没有做坏事啊，而是我们反而是要需要知道他明明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有罪被送上法庭？那我们可以让很多呢更多的无辜者呢免于猜疑而被入罪。所以呢，这个只是厘清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真实或伪构啊。或者就算是女巫啊，你这样说啊，女巫其实她不是，她是戴罪羔羊啊。其实这样子的历史研究呢，并不会让我们人类更理性，也不能避免呢像猎巫这种事情呢啊一再的被发生。所以呢，其实这个在历史学里面呢，几乎是一个盲点，因为历史学只注重历史事件，当这个事件真正发生了变成严重的时候，历史学家才会去注意它。这个羌族村寨里面那种闲言闲语，好像看起来没有人严重受害，那不是历史学家要研究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集体的暴力事情呢，就会不断发生。所以其实大家看我前面所讲的呢，从这个人类的原初社群到羌族的这种村寨社会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讲了，我们就透过一种人类学对一种微观社会的观察，就是一种很小的社会里面，这些人到底在紧张什么、怕什么、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神话传说啊？然后呢，我们把它回到一个宏观的历史上，看到这些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猎巫的运动啊？那这样子呢，我们会对这个人类的集体暴力呢，可能会有多一点的这个了解。好。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呢所谓的原初社群呢，其实来讲就是一种非常纯净的啊，纯净的这个社群啊。我们现在呢常常很指责的啊，就是这种所谓这个瓦哈比什，就是伊斯兰里面的一种基本教义派啊，几乎所有的这个有名的这些暴力组织啊，这所谓的这些像凯达组织啊和伊斯兰国啊，几乎都是这个瓦哈比主义的这个信徒。瓦哈比主义是哪一个国家在推的呢？大家都知道的，沙特阿拉伯推行一种最纯净的这种宗教生活。对，可是在西方来讲的话，所有的那种反恐的专家，所有的学者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怎么去指责他？因为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讲的话，我只是在推行一种纯净的宗教生活，我没有，我可以指责暴力，我当然指责暴力，甚至沙烏地阿拉伯还出了很多的钱在反恐战争上，所以很多的西方学者就讽刺说他们既是放火的人又是救火队员啊，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就是在这种纯净主义啊，就是大家想想看，这个你看这个照片，你以为这个又是穆斯林？不是，这是犹太教社群，就是一种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社群。你看，只要它是这种纯净的社群呢，女人就会变成一种好像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不能被人家看到啊，就要这个盖起来。还有我们也知道，我们上一次讲过纯净的雅利安的德国造成大屠杀，那就是干脆把所有不纯净的啊全部从这个国族里面剔除掉。现在呢有些白种美国啊这些呢在这个新冠肺炎之下呢又出现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我用这两张照片呢给大家看的是在中国大陆呢现在也有一种争议，就是说这个是宁夏同心那边的一个很有名的同心大师，这个寺院的历史我知道可能可以推到明代吧或者是清代我忘了。你看它是一个这个中国寺院的建筑，也就是说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伊斯兰宗教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其实它都会有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它慢慢在很多的这个教仪啊，或者是它的建筑的外貌各个方面都有点本土化啊。可是呢这些年，因为我经常到这个那一带去，那个银川啊什么的啊，新盖的这个寺院呢就完全是这种阿拉伯式的啊，而且非常的宏伟啊。那是什么？就是这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在全世界推的这个瓦哈比主义啊。所以其实我在马来西亚也听过一些华人啊讲过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政府要实行更严格的宗教法，那华人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就好像感觉到自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马来西亚政府就讲说这跟你们华人没关系啊，马来西亚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所有严格的宗教法是针对的穆斯林，不会针对的你佛教徒或基督徒，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好像你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但事实上是呢，就是在这种纯净主义之下呢，就是很容易呢产生一些这些暴力出来啊。好，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清教徒，大家看从清教徒的从这个清他们的这个 purist， 就是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一种非常纯净的宗教团体啊，所以在他们里面呢，后来也是发生这种猎巫。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那个，那是我自己先和谢一样，先抛砖引玉问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听这个院士的分享啊，然后这个猎巫的这一个情形，发觉就是在这个比较推行的这个电影的风潮啊，发觉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电影也蛮受欢迎的，就不禁把这样的电影类型跟刚才故事做结合，是一个这个驱魔的这个故事，比如说这个Exorcist 和 Possessed。 那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说像这个类似，我总觉得有一些类似的这个故事情节好像蛮像，是年轻的女性遭受恶魔的诱惑，然后被恶魔上身，再由教会的这个驱魔式来进行某种虚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原型跟猎巫是不是有一种类似性，还是说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可不可以请这个院士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方面我倒是没有什么研究。这个，因为我感觉到这个附身这个呢，是在全世界那个各种的宗教文化里面都会有的，比如在中国，或者在这个北亚那地区啊，都有这种，被附身的这种。那么在这个欧洲这边来讲，至少我看到的这个就是猎巫的这种，就是被认为是女巫或者是男巫的这种，它跟附身的不一样。是啊，他们是就是说认为他们直接就是魔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肉体，好像被这个魔附在里面，而他们直接就是效忠于魔鬼，跟魔鬼签约啊，或者什么这诸如此类的。是，好。有没有？那边有没有？哎，师兄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原初社群它出来这些暴力，那先讲原初社群本身是纯净的，这是他们一定会有的想法。那从毒药猫故事是说，那个纯净来自于血缘，大家都是一家人。然后这边山村或是欧洲，感觉起来比较像是宗教。那对于未来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造成社群，就是造成社群，然后有这种观念去包容？其实我在那个前面那个也有讲过，我在这边可以再更弄得清楚一点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这个呢，就是原初社群是指的人呢，人刚出生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这个在一起。那种感觉，那种空间跟这个血缘在一起，那这种感情呢是非常这个 primordial， 就是非常根本性的，所以呢，它会被人把它衍生到别的这个认同上去。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在欧洲的，对不对？它那个好像那个原初社群是一个宗教社群，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它里面还是会大家互称兄弟姐妹。对，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人类就是为什么那个是很原初，就是你在别的认同里面，你都会用这个把这个概念放上去啊。你看那个香港反送中的团体，对不对？他们互称手足，对，他们明明这个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目的，对，但是呢，为了要强化这个群体之间的这个凝聚性，他们就互称手足，所有都是一样，校园的死党或什么什么都是这样子的。院士好，我是清大学生，然后我刚刚在听完演讲的时候特别想要问一下，就是其实在这几场演讲都提到，就是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然后整个社群会出现一种集体焦虑，那为了解决这种集体焦虑，就会找到一个替罪羊嘛。那我刚刚在听完演讲的反思，是因为最后院士有提到反思性的历史研究。那即便时至今日，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一些社会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会因此有一些，比如说社会事件或新闻出现，然后整个集体都会产生很巨大的焦虑，然后进而转而在网络上有一些攻击的言语跟暴力，那这样的现象一直出现。那因为最后有提到反思性的历史研究，不知道院士觉得就是要如何让集体焦虑降低，或者是进而避免集体暴力这样子。谢谢。如果要我用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回答的话，就像那个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就这个有时候讲的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说有一个说法从印度那边传来，为什么印度的新冠肺炎这么的严重，然后呢，他们的死亡率倒是没有那么高，但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进步，那印度那边好像他们有些公卫专家提出来是。因为他们平常接触了很多的病，所以他们对病毒的忍受力很高。刚开始大家听起来有点像笑话，可是我前几天看到有个报道，有西方这些公卫专家真的去比较，就是全世界这些进步国家跟比较落后国家，的确好像死亡率高的反而是在进步国家。
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呢，好像真的是人的这个抵抗力高一点。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讲到人类的社群的话，其实我讲的就是我们如果太注重一个社群的纯净的话啊，就会不能容忍。那这种不容忍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穆斯林的例子，其实最后受灾受害最大的是自己人，自己身边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全世界很多都一样，到最后受害最大的其实是内部或身边的一些替罪羊啊，反而远方的魔鬼呢，那个太远了。因为是我想要顺着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再提上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替罪羊难道永远就是替罪羊吗？这个替罪羊难没有一天可以这个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大反攻，而变成他变成这个暴力的这个施行者，没有这个机会，或是说其实本来这个这个受施暴者跟受施暴者总是被互相流动的。啊，有这个方面呢，其实说实在，这个，我不是鼓励被施暴的人去反击，但是呢，的确是有，就是说我为什么会用毒药猫跟这个替罪羊这两个词呢？其实，在我的一些研究里面，我写的分得很清楚，我为什么会好像要建立一个毒药猫理论？其实我就是在讲呢，替罪羊有时候不是那种。他永远是好像无辜的，他是无力反击的，他有时候在这种他的一种情感挫折之下，他会反击。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很简单，在中国传统一个大家族里面，如果你把这个外来的媳妇不当自己人，对不对？每次都讲他去在外面搬弄是非啊，害家里人不团结，那这些小媳妇在外面搬弄是非这个事情，是他真的是替罪羊呢，还是因为你没有把他当自己人，他很乐意到外面去讲讲大伯二伯的坏话，对不对？是不是？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替罪羊变成毒药猫的啊，就是我们讲的女巫的这种诅咒，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有的时候会变成真的啊。是，当然有一些呢，就是说因为替罪羊呢都是社会很弱势的，所以他的报复手段呢，有的时候我们不会鼓励那样子。我最近在看到一个大陆上的新闻，一个护士在他们医院的院长副院长家的楼顶上吊自杀啊，然后他的那个遗书里面就写了他被这个副院长性侵，然后被副院长联合的他的太太殴打他，他完全没办法。可是你想想，他这种就是这种行为，对不对？他立刻就变成了毒药猫，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报复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西藏。对不对？你知道上人自焚的事情，对不对？连达赖喇嘛都出来说，这不是一个圣洁的行为，你们不要这样做，啊，你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抵抗暴力或什么，不要用自焚，啊。我知道，可能现在已经到了150-160了，啊，在最近的几年里面自焚的，啊。但是这个现象呢，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为什么呢？这自焚的150-160位藏族里面，因为在所有的新闻报道里面就说，哦，藏族为了要抗议他们这个，这个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或什么，他们自焚。但是呢，新闻里面从来没注意，就是说这些自焚的90%+都集中在大概4个县，这4个县呢，而且是在就是在3-4个寺院。而且这些地方就是在青海跟四川，跟这个青海、四川、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而是这边会有，对不对？这是让我们会去思考的。这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社会的边缘人啊，常常会为了主体宁可去牺牲，所以
会变成这样的，由替罪羊变成毒药猫呢，它反而是在藏族的边缘，它不是在藏族的核心。如果要用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台湾以前有一些人不顾生死啊，坐着渔船到这个钓鱼台里面去抗议的，那不是中国大陆的，都是台湾跟香港边缘的中国人。边缘的中国人在这种边缘认同之下，他才会为主体好像要可以去牺牲啊。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替罪羊变成毒药猫的例子呢非常的多啊，但是呢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但是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呢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他原来就是弱者，弱者的武器并不多。是替罪羊，它可以包括的时候会包括特别激烈，就因为我是想到以前看，就有看到说，就在进行屠杀的时候，有种屠杀是他会让去屠杀的先喝酒，然后喝酒或吃毒品，然后先疯狂之后，通缉让民警去进行屠杀。那我看到这两个，我看过他说这种屠杀案件发生，目前有2起，都是1960年代，然后。去屠杀别人的这些人都是以前替罪羊，一个是以色列人，他去屠杀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在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卢旺达，在卢旺达内战还有打到刚果附近的时候，一样发生类似的屠杀案件。那我想会不会他们受害者之后，他们会想去屠杀更多人，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啊，就是。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就是说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更复杂一点。其实我们台湾也在这个问题里面，就是怎么讲呢？在全世界有很多这种替罪羊暴力最严重的地方，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少数。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就你想想看，你如果在大家知道斯里兰卡以前就是那个坦米尔之虎非常有名的那个游击队，对不对？1970、80年代的所谓的恐怖主义。这个的攻击其实不是穆斯林，很多都是这种什么这种地方的这种独立主义。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斯里兰卡的塔米尔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少数，对不对？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被当作替罪羊的。但是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讲的话，斯里兰卡的塔米尔是全印度里边还是好像有1000多万的那个塔米尔吧，还是多少？反正是非常大的。整个南亚的那个塔米尔人非常的大，所以斯里兰卡人也觉得自己是少数，对不对？即使认印度人14亿人口，他也感觉到他被这个整个的，对不对？一堆穆斯林国家包围了，他也觉得他是少数。那就是包括印度的回教徒，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觉得是少数，但是别人就认为你外面还有10几亿人啊。大家想想看，我们台湾也有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啊，有些人就是说你被认为是统派啊，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少数，但是呢独派的就认为你是中国人，你是跟着14亿中国人在一起的，他也会认为自己是少数。以前我记得一个叫 Clifford Geertz， 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他在很早的一本书里面他举过，他说这些都认为自己是少数的地方呢，就是很容易有一些这个冲突出来，但是他没有特别指这种替罪羊的暴力，他只是讲到政治动乱，政治动乱很容易有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老师好，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藏腔这一块啊，因为我们会看到像韩老师所提到像刚杰玛或者是阿尼卓玛这种类型的人物，所以其实在藏腔一带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是不是对于这种底层但是有神圣性的人，他是一个纳入的机制，而今天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女巫，他可能是一个更排除的机制，他的背后跟一神教与多神教这个背景有没有关系呢？好，谢谢。是包括就是前面老师有提到，包括伊斯兰，然后等等的这些犹太教的这个背景，
跟如果我们今天不管是藏腔一带的这个多省的背景，他们处理这个他者的方式是不是有不一样？谢谢。这倒是很好的问题，我没有好好的想过。不过看样子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当然就是在这个一神教的，在尤其在基督教社会里面，它会有这么大的暴力的这种产生，是因为它是这个因为跟魔鬼啊，跟魔鬼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不只是一神教里面。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一神教，是在那种这个就是基督教，其实它很早，其实这不只在基督教里面，在回教，在整个中亚那边兴起的几个宗教里面都有啊，包括古老的显教里面也有，就是光明跟黑暗的对立对决这样子的概念。就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这个啊这些替罪羊的暴力。那至于是以藏羌那些地区的话，他们虽然说不是这种一神教，但是他们的暴力也不少。他们的暴力是在于这种三神信仰，三神信仰就是一个地盘的信仰啊，就是不是我这个地盘，不是我这边的人，就是妖魔鬼怪啊，所以把外面的都把它妖魔化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些地区，它的这种部落跟部落之间，村落跟村落之间，还有村落的内部啊，也是同样的，就是暴力是没有少的。院士好，谢谢院士的分享。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跟刚才那来宾有点接近，那院士已经回答了。那我想请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理论上我们今天好像是进入了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时代，但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团体去强调他自己的一个纯净的性质。哦，那以我们台湾来讲，特别是在有时候在面对一些所谓比较进步的议题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标榜自己很纯净的团体，而且觉得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侵害。那刚才院士提到一个概念是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我就想请教，就是说，那究竟我们作为不是这个团体这个纯净的团体的议员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社会上的其中议员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头，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标榜自己很纯净的这些封闭的团体？究竟我们是要抱持着这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反正就让他在那边自己自顾自的去纯净好了，还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更积极的作为去介入或是去瓦解这种所谓的纯净，其实是会回过头来伤害到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一个物体啊？谢谢女士。好，这些问题越来越有挑战性。我在想，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就讲这个全球化好了，就是在全球化之下，的确我们看起来我们的社会呢越来越多元，但是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说反而是在这种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里面的时候呢，你更感觉到有一些异类就在你身边，对，你可以很容易去享受在这个大润发的架子上面，你可以买到越南来的、菲律宾来的一些这些香料啊，或者什么酱料啊，什么这些日本来的一些什么东西啊。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各个社区里面，甚至在你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外佣啊，或什么这些。但事实上呢，越是在全球化之下呢，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力量在崛起，也就是纯净化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越是在全球化之下，你感觉到很多的异类在你身边的时候，有时候在一种特别的一种社会情境，通常都是一种紧张或者一种不管是疫情或经济的这种败坏和里面的时候，这种纯净思想就会起来。所以你看，在这个美国，对不对？那边的白人至上主义，对不对？又会出来。
那在德国的话，早些年早就出来了，早些年的那些经济，在有一些受到经济打击的时候，那些新纳粹主义也会出来，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就是那个像一个，就是这种纯净主义或者这种原初社群的概念，就像一个魔鬼一样的，就是藏在那里。但是刚才那位先生问得很好，那我们要去怎么去在研究里面去怎么样去你去揭发它吗？还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是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研究，让大家自己去了解，就是说这怎么讲？其实这就是我讲的反思跟解构不太一样。解构是告诉你你说的是错的。反思的话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反思起，其实我们说，就是我讲的原初社群，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原初社群里面，对不对？那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有一些人群他能够去思考这种问题，就是说你越强调纯净呢，其实到了最后受害的是你自己，我要问说，既然审问结果几乎都是要满足审问官的心理层面，那审问有什么用？还是那只是形式上的表现？你说什么？审问，就是审问，对，就是那时候审问那些那几个人的时候，突然就要问到他说他承认自己是女巫，因为他心里有罪，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对，要把它解构出来这样子。其实呢？你可以看到我下次会讲到那个美国的那些案子的时候，因为那个文献更清楚，你更可以知道，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呢，我们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荒谬，说不定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进行一些荒谬的事情，可能要过50年100年以后，别人后面的人才会知道。但是这个呢是在你看的那个非常普遍的，就是说不管是审问者，其实包括那些证人都是一样，证人都是一样。但我在读那些证词的时候，那些证人的证词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小学的时候的一件事情。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一来那个人怪怪的，坐在最后面，因为他个子很高，他又不跟大家来往，我们大家就看他有点不顺眼。就那个时候呢。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学都要补习的，班长收了补习费，就补习费掉了，这个在班上来讲变成一个很紧张的事情，对不对？谁都有可能变成有嫌疑了。结果呢，我们就在一起，班上几个比较自认为聪明的，我是其中之一，就在那边大家做起这个侦探来了，就是你想啊，越想越真。就说那个证据就会一直出来，所有证据都指向他，结果我们终于觉得自己很有把握了，几个人一起去跟老师报告，结果你们知道后果是怎么样？我们所有在讲台上站一排，手伸出来，吃了好几个藤鞭。我觉得我们那个小学老师倒蛮聪明的，就知道你会透过一种集体想象，其实就是跟在村庄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样，一旦你发现一些女巫了，所有大家都想起来了，10年前我跟她怎么样，20年前我就是那些怪事情都出来了，那法官也是一样，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印象，知道女巫是什么，所以女巫就是这样的。